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相信大家对于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神话一定不会陌生，但是对于最早描述这些神话的山海经，或许我们了解的并不太多。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神话之外，山海经当中还记载了关于地理、巫术、动物、植物等方面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上古洪荒时代怪力乱神的世界，似幻似真。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上古奇书《山海经》。《山海经》是先秦古籍，为我国最古老的地理书，内容包罗万象，主要记述古代地理、动植物、神话、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族、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山海经与易经、黄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中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4篇、大荒经5篇。也有人认为大荒经和海内经是西汉刘向父子教书时所加。山经主要记载山川地理、动植物和矿物等的分布情况，海经中的海外经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主要记载了许多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重要神话资料。有人根据山海经中一些零散的插图以及书中文字的逻辑猜想，山海经或许不单纯是一部文字型著作，有可能是一部描述某幅图画的典籍。晋朝著名诗人陶渊明所著《读山海经》中有《泛览周王传》《刘观山海图》的诗句，晋朝郭璞曾作《山海经图赞》，这似乎也证明了至少在晋朝以前确实存在着一幅与山海经相对应的山海图。与山海经相关的古图最终并没有能够流传下来，这也让这部旷世奇书显得神秘非凡。然而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山海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些民俗风貌、奇物异兽，这些内容我们见所未见，几乎无法在现代社会当中找到类似的食物。在山海经中，虽然有些生物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生物基本吻合，但是有大量的怪兽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们多数如同几种动物的合体。山海经中记载，龟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喂毛，名曰雄奇，音如好狗，是食人。意思是说，在龟山上有一种叫做雄奇的动物，外形如牛，毛却如同刺猬的刺，叫声如犬吠，而且吃人。书中同时还记载了一些奇特的民俗风貌，比如黑齿国，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意思是说，这个国家的人牙齿为黑色，以稻谷和蛇肉为食，国家位于汤谷的南面。这种在我们看来充满了奇幻色彩的事物，是否真的存在过呢？从古至今，有无数的人试图揭开《山海经》的神秘面纱，但是无论是通过文献考究还是文物考古，都没有得到一个令人们信服的答案。我们无法排除《山海经》中所记载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但也没有足够证据对此进行证明。于是我们只能对这些奇异事物浮想联翩，也许是那些混沌初开的先民按照信仰中的神话意象对外物的夸张虚构，也许真的有着更加神秘的世界等待着我们进一步的发现。山海经当中所记载的内容不仅充满了奇幻色彩，而且浩瀚庞杂，共记载了100多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
成书者必然要经过详尽的考察，方能够得以了解。就算是无中生有的神话传说，又是谁写下了这些神话呢？这部书究竟写于什么年代呢？至今我们对于《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定论。最早介绍《山海经》一书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但他并没有介绍和标注该书的作者，说明司马迁也不确定谁是作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山海经》产生的年代并不洪荒，因为它是一部文字成熟后的作品。很多学者认为，在夏朝，这部经典之作的一部分已经形成，而且就在皇族手中。在中国古代的夏商周时期，是神权统治时代，许多贵族甚至直接号称是三皇五帝的后裔。在这样的一些贵族手里，掌握着一些关于神族文化的神秘典籍。周朝时，原来商朝的贵族沦为奴隶，许多珍贵典籍从此流落民间。他们认为自己不再受神的庇佑，从而便忽视了保存这些奇书。于是，神秘典籍失去管理，开始转移和流散到各诸侯国。到了西汉时期，文学家刘向与儿子刘歆见到了这些文字，父子俩校勘整理成了最早版本的《山海经》。《山海经》这部奇书的作者，无论是一人还是多人，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定论。对于后世来说，它具有着文学、民俗、思想史、科技史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这本上古奇书当中所描述的世界让人们浮想联翩。虽然众多研究者对《山海经》的记载提出种种假设，但能够证明这些假设的证据仍然不足。书中的种种现象在学术界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争论，《山海经》当中的秘密还有待于人们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探寻中外文明遗迹，领悟古今文化精髓，精彩尽在文化大百科。这是一部传世两千余年的兵法著作，其中的谋略计策、兵学思想彪炳千秋，经久不衰。从古至今，它如何被历代军事家传承应用，又怎样被译成多个版本，走出国门飞升海外？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孙子兵法》。